你怎么发现尸体？我的朋友叫郭。 这边了，这边了。好，哎，你们几个大小姐，赶快上妆上班啦！快！就你这个禽兽才会去同情他们。哎，你怎么扯到我头上来了？你看你呀！哎，我怎么样？好了，不要。干什么？梁师傅呢？在里面啊。哦，是什么自己叫？去那里泡妞，带着我去方便吗？哼，你已经很漂亮了，他还要泡谁啊？ 我们表谈这些无聊事，陪我住。这是1万块钱。我要去参加同学的生日会吗？哦，早点去，早点回来。我知道。嗯，好，我送你回去。嗯。王丽 sir， 李三总，哎，你昨天带雪儿出来了吗？Yes sir，平安送她回家了。以后叫她少去那种地方。哎，要吃点什么啊？季叔，你去忙你吧，我们想吃什么跟雪儿说就好了。好啊，雪儿啊，好好招呼招呼啊。好，不要怕，你不说，我不讲，高丽黛是永远不会知道的。如果来应征的员工不合他的意，居然他可以把他给辞掉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 山毛，小姨自杀了。小姨，过去。哼，你他妈的，人交给你看，你看。被抓到的话，他们会把你杀掉的。在这边是死，在外面也是死，为什么不死在外面呢？ 吴天良，过来！什么事啊，老大？你，啊！你，再见。嗯。 给人家一点嘛，白拖了，要不然，想跑？妈妈！ 小文，天良啊，难道你不为我们两个的事做打算吗？怎么打？嗯